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好，新角色共演府已经上线了，在今天上线了，就是愚人金，各位已经久等了，已经期待很久了吧？那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大概就长这样，对，有没有？中间有个洞哦，你的小手手呢是可以伸进去的哦。好，然后它一走路起来就是这样，感觉还不错吧？质感还不错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技能，好，一样的名字嘛。诺顿坎贝尔，因为毕竟都是勘探员，都是勘探员黑化之后的。然后呢，角色难度呢只有1.5颗星，是非常简算简单的啦。因为操作起来我觉得并不复杂，总算又回到不复杂的这个状态了。好，那我觉得他可以跟怎么说？我觉得他表现还算不错，因为可以跟隐士的这个特性呢做个区分。对，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技能的重叠的部分，没有。好，来看一下外在特质不稳定区域。愚人金呢，每次用矿镐砸中场景中的障碍物的时候，都会以中心点，对，然后呢延伸15米，左右延伸15米，生成一个覆盖所有相邻障碍物的不稳定区域。然后呢，矿镐再次命中的时候呢，就会引发这个坍塌。那坍塌呢，就是伤害会造成0.5倍。我觉得这个丢出去的这个镐呢，有点像渔女的那个叉子啦。那这个坍帮，我觉得坍塌啦，坍塌，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技能存在感。第一个是磁性传导，附着磁性的矿镐被投射出去的时候，命中场景中的障碍物后呢，会生成一个不稳定的区域。然后后续呢，投掷命中也生成的不稳定区域，会引发一次坍塌。那如果矿镐没有命中呢，在墙体上呢，就回收，冷却额外减少3秒。所以呢，没砸到的话呢，就不会有坍塌；有砸到的话呢，就会引发一个不稳定的区域，然后会有一次，后续才会产生一个坍塌。那如果你的存在感解锁之后呢？直接投出去就会一次坍塌了，对。那这是要蓄力啥，这个后来再讲。然后磁性延伸的部分是矿镐是愚人金感知的延伸，然后能找到更远处的机遇所在。所以呢，它可以丢出去之后呢，十秒之后才可以，会自己回收啦，就是最多可以保持10秒，是有点像渔女的那个叉子。那叉子的话呢是距离，对，叉子也好像也是有时间限制，也是有。好，那在这期间呢，比较不一样的是愚人金可以攻击，也可以翻窗，还有破坏木板，但是渔女不行，所以我觉得它算是。比渔女还要好一点的地方在这里。那脱手状态的时候呢，结束，然后原金跟矿之间距离超过60米的时候呢，也会自动回收。这个跟渔女也是一样的，距离太远也会回收。好，磁性回收部分呢，愚人金可以控制处于脱手状态的矿镐快速的飞回手中，矿镐从在我身上拔出的瞬间呢，也会引发一次坍塌。所以呢，拔出来会坍塌，已经有坍塌的地方呢，再丢一次镐也会引发坍塌。对，好，这个借记录就可以了。那再来是磁性转化。可以选择最远距离的60米位置产生一个石头，就带有特殊引力的陨石。陨石呢，在范围内会产生一个不稳定区域。在昨天的影片演示当中，各位应该有看到了吧？持续时间算蛮久的，有30秒，那冷却时间25秒，所以呢，可以理论上呢是可以一直用的。对，等于是没有 CD 时间，因为它是可以持续30秒，然后冷却25秒。哇哦，只要它不产生作用掉的话，可以一直用。好，OK，那一触即发就是最重要的重点了。不过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的好用，原因是因为它。蓄力需要3秒，对，但是呢，好处是一丢出去之后呢，直接就会引发这个坍塌，等于是如果讨论者在附近的话呢，你一丢它中的话，就直接中，就等于直接就受伤了，对，好，OK，那蓄力的时间要3秒，我就这个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反正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就给它稍微改一下通用型就好了，然后一刀斩跟风窗嘛，好，随便啦，现在试试看吧，走。好，这个就是愚人金的大厅的待机画面，对，一样很帅，无可挑剔啊。开始吧，好，来试试看赛马场呢。应该对于愚人金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地图，因为毕竟太空旷了。对，那愚人金本身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偏向于像红教堂那种墙体多的地方，会比较有主场优势，但这个好像没有，所以就让我看看吧，盲女给我看看。好，搞出去，再回来，没有碰到，再丢看看，丢出去，没丢到，再丢出去，回来，还是没丢到，应该是说他准备盖板的时候呢，收回稿子是可以的，对，但是前提也是要能够收回稿子，能够很精准的判定才有办法。先抓盲女，然后呢，我想是一个那个。他的手势能力看怎么样？因为现在已经解锁这个陨石可以用了，所以呢，用看看。好，这个距离呢可以可近可远。那最远可以到多远呢？我看一下，我划一下，哇，很远呢。最远可以到这么远，各位，极限就这么远。
我放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？那边就生成一个了。那现在继续再生成一个在这里。好，然后呢就可以收回来，全部受伤，很痛吧？正在开的枪。好，不错。那我现在存在感没解锁完，所以还无从测试，还无从测试最后的技能，可以了。那这只手势，我在想再试试看，饮食加上我的最后的三秒蓄力的最终的二阶段的存在感到底强不强？好，一样是放个饮食在这里，然后你让我丢个，我要用三秒各位。这样是不行的，来打医生好了。好，直接探帮。哦，感觉有点帅，他受伤很痛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就没有。这个音效做得非常好，惊心动魄，中。好，半下没有打到。这个刀器。好，希望有机会让我试一下。医生的话应该没损血的空军会来救吧，这个 AI 不知道行不行。好，赶快放，赶快放，赶快蓄力，赶快蓄力，三秒蓄力。 OK， 就是这样。因为丢出去的话直接就会一次的这个坍塌，就 0.5， 然后饮食这边也有攻击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子，但受伤好像就是一半啊，对，就是一半，对，直接手也是一半。那张画是两个人都受伤一半吗？没有，医生的话也是一半而已，所以好像还好。那怎么了？卡住了是不是？那整体就这样咯，他的技能本身就是这样，应该是很好操控的啦，我是觉得很好操控，但是对于比较像这种地形比较广的部分的话，赛马场的话我觉得比较吃亏一点。对，确实是蛮吃亏的。好，这饮食可以直接，如果用得好的话可以直接过去产生个引力，然后直接丢个斧头过去就可以直接有，是不是？直接丢到，没丢到，也没有。这个墙壁是有的，有这个饮食有作用。好，一样是半滴血。OK， 那需要时间适应啊。说实在的，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人过去稿子那边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人过稿子应该还蛮方便的，我试一下。好，我要来喽。附近没有逃生者，有耳鸣但没看到，在哪里啊？好，我人过去看一下。好，按错键，按错键，没丢到。有没有？就这样收回来，丢过去，人过去，丢过去，人过去，人过去还能探帮一次。每次都讲讲的探帮、探他、探帮，其实都可以啦。有没有可以直接挥？稿子不在的时候可以直接挥。还没回到，稿子回来了。稿子回来的途中呢，有一段僵直时间是没办法攻击的。好，先放椅子。那该试的都试完了吧？差不多就这样子啊。然后三段蓄力呢，在移动的时候是可以用的，所以等于是。这个比较好的优点应该是几乎是必中吧，只要你丢出去的话，丢得准的话，应该是基本上都会中那 0.5。OK， 那还有什么要试的吗？没有了，那没有什么要试的，可以了。饮食先制造个领域，丢过去，收回来，又打一个空军自救，好，结束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要结束了，先骑马好了，也是可以骑马的，也是很帅的。好，走吧，就先这样子咯，我们下集见，拜。